真的看到什么玩意儿？确实。朝鲜那边小楼已经淹水了，在这个位置全是水。一回就一回，两辆直升机。你们又来一个的，两辆直升机。持续救援已经差不多了，应该从昨天晚上开始。哎，这个怎么好像看着很不行？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呀。降落救人了，准备。Yeah.
去了。喝多水了吗？柴火垛都吐下来，十多年了，这么大一个水。来自东北，到了丹东，正好赶上几十年一遇的鸭绿江发大水，可以参考一下里边的树，树都淹没成这样。这个里边是条路，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国节，可以做个参考。这个地方小点点，应该是路灯，都淹成这样了。前边筑起了那个大坝。我现在是在25层，这个楼的阳台就可以直接看到鸭绿江，本来是个江景房，现在啥都看不见，整个江面都是雾气蒙蒙的。看到个小船，对岸就是那个国家呀，估计那个国家受灾很严重啊。是了，你这房子是了，你混蛋！